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，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1800-799-7771-38，现场电话1800-799-7771-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由阮是活动主持人要来订请的电话1800-799-7771-38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五的播时，2点开始到4点。由阮由小弟阿宏成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继续阿宏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啊。这个阅兵坐这个头牌啦，那么认真护着元首级的这个礼物。那么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在讲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甲夫人林芳宜将在北京阅兵大典的时阵，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排观礼。安排在第一排观礼是中央和连战相当。这个元首级的，这个最高，这个礼遇，因为连战占领国民党的这个主席，这项安排嘛蕴含着中共当局对国民党抗战的这个贡献，
的这个肯定。有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这个台湾人士，还有行动主席易武明、新民党秘书长陈金星、武动的这个团结人民主席林炳坤、国民党前副主席林鸿正，啊，甲中国统一人民前主席季钦等，为只有林郑夫妇被安排伫个城楼第一排。天安门城楼第一排是中共这一边阅兵上界重要的这个管理位置，出席阅兵式的这个重要国家元首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、南韩总统朴槿惠等人，有了拢是城楼第一排座上宾，啊，甲林郑好夫妇共同管理。之前的这个人士在讲啊，伊讲哦，中共方面对林郑夫妇为伊安排相当的这个保密，到甲阅兵式前几天啊，林郑才知影确认被安排伫个城楼第一排。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这个舵手边啊，但是具体的这个位置，永远唔知影。吼、哦，迄中共你都知影，唔是咱台湾啦，民主啦。吼、哦，你若记者问吼，无甲讲袂使。吼、哦，大陆无同款，我一手包办。记者嘛是同款，拢爱听我的，因即马还阁安尼，但是慢慢，因有咧变，有咧变较民主啊，吼、哦，无法度啊，因为安怎一个开放啊，都溜溜去啊，对不对啦？你讲安尼，大家讲啊，我哪有影啊？嗯，啊，咱大陆哪会咧讲安尼？人外面的人都唔是安尼咧，啊，咱哪会讲安尼？吼、哦，对不对啦？慢慢都向因人民吐槽啊！我、哦、对不对啦？所以爱一直改，爱一直改。那么包括甲啥人小隔壁来坐哦，嘛爱到阅兵。迄一天才会当知影哩，国台办大概嘛拢唔知影这方面的这个消息的。那么林郑方面第一解释啦，这是解脱，甲解释无同哦，哦，这差真多。解脱就是有猜测的这个意思，哦，哎，可能是安尼。伊讲哦，这是习近平对林郑等是最高礼遇，啊，甲尊重啊。而且由于林郑曾经是国民党的这个主席，这一边阅兵主题又阁是纪念抗战，因此嘛透露中共对国民党抗战贡献的这个肯定啊。那么林郑身边人士强调，林郑夫妇无可能甲江湖特首坐在同一区，一区就对了。但是今日报道唔是安尼啊，同一区的吼，同一区的，哦，这是进前的这个消息的，哦，无论是身份、地位或者是主题。啊，拢无啥相当就对了，吼、哦。针对林郑抗战论述
遭受到台湾各界的这个批判。林前方面回应伫个讲啊，即个无共款即个意见，林前吼拢有听到啊，吼、哦，之所以艺人前往北京，就是希望予南方的这个抗战史馆，那么逐渐被公众啊来接受了。林郑认为讲，2005年，伊破冰访问中国大陆前，中共根本无承认中国国民党抗战的这个贡献。2005年了后，北京才承认中国国民党对正面战场的这个作用，因为安尼哦，因篡改历史啊，对不对？迄阵啊，时阵啊，内战都中国国民党诶，都走来台湾嘛，是毋是？那么两方面拢诶时阵，尤其是中共封闭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对因个人在讲的所编造的啊，就是安尼生啊。啊，所以阿洪拄啊都讲过啊，因为慢慢外国有入去中国，那么咱台湾嘛有去中国啊，所以历史一个对起来无共款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因头一个相信，因这个人民相信啊，到尾因人民都唔相信啊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无的时阵开罗宣言都相翕摕来看，啊话摕来讲啊，文字伫个遐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因中国政府都无多人骗啊，对不对？都苦卡索索出来啊，啊要安怎？都慢慢都改啊，都承认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都是安尼生啊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咧批都批啥物啊？对不对啦？迄因绝对都会改啊，尤其是咱定啊过，甚至定啊改交流。啊，因官员嘛知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尾啊，因就整个的什么中国，而且官员大家嘛拢知啊，啊，这假的，这咱家己篡改。篡改哦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咧批咧批什么呀？对不对啦？那么这一边的这个阅兵主题，又搁是纪念抗战。因此嘛，透露中共对国民党抗战贡献的这个肯定啦。那么，连前身边的人士就强调啊啦，连前翁仔某无可能吼，甲江湖特首啊来坐同一区啦，这都唔对啊，这步都唔对啊。哦，今日都已经都江湖台都同一区的啊，对唔对啦？吼，那这个消息都唔对去啊。所以吼，我阿公定定伫咧讲，看新闻爱用智慧啦，吼、哦，唔通吼，人啊讲安尼，就对人讲安尼啦。那么地位或者是主题吼，拢不相称啊。针对人权抗战论述，遭受到台湾各界这个批评，咱都有讲啊。所以伊就讲啊，这意见伊拢有听到啊，你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伊这回会前往北京，就是要将这个抗战史，吼、哦，来渐渐被中共啊来接受了。所以，伊有咧讲啊，2005年甲2005年之前，甲了后，对不对？都无同款啊，讲话都无同款啊，你，哦，那么你认真伊伫咧讲啦，两岸达成。抗战史馆建设进程，我方当然要坚持立场啊。但是两方若有机会共同啊来探讨，哦，将有助于我方史馆的这个呈现啊，甲传播啊，哦，
所以耶稣那呢，针对国法会前主委管仲敏严肃批判林郑，虽然林郑放大了的这个行动青年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王炳忠，会批呢这个管仲敏啊。认为讲哦，管啊存在老一辈的这个内战症结的，这有影。这个讲较早的啊，啊，这较早，即马都已经都有去大陆咧交流啊，还无共款啊。较早是大陆封闭啊，对唔对？咱八里山炮战呐，啊，这个古岭头吼之一啦，吼，对唔对啦？有介侪遍啊，到即马哪有啊？对唔对？即马是大家封闭啦呢，是毋是啊呢？因为伊无法度啦，伊武器吼较强，咱无法度。咱讲只粗，咱较粗的，咱介战是要战几工？哦，对唔对啦？安尼就好啊，人伊个有核子武器呢，对唔对啦？甲你弹一两粒啊，落去你就去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你要甲人讲啥？哦，所以咱该当。不是人的对手，就是不是人的对手，唔好甲人安尼点咩撕硬耳嘴皮，无效啦，对唔对啦？那么啊，搁伫个分国民党啊，甲共产党，伊强调啦，如果大家认为讲哦，大陆但国民党贡献无够多，也若安尼吼。来去大陆，才有机会争取搁较侪的这个发言权呢，讲话权就对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若是无来，又搁要安怎有机会啊来争取呢？吼、哦，对唔对啦？而且讲嘛无唔对啊，哦，对唔对啦？所以你讲你，我讲我，是毋是啊？讲到颔管啊斗大条拢无效啦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我第一讲哦，该当。人安怎，人就安怎，卖伫个孙安尼啊，对唔对？死啊硬嘴皮无效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我咧讲啊，民进党较早毋是，到即马咧成立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是要创啥？嘛是要去甲人交流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无你成立一个想创啥？对唔对？啊，较早讲到到底，你甲看，较早咧讲独立，吼、哦，迄阵啊几年前唱呱呱，敢有咧讲这個？无啊。啊，即嘛无得人独立啊，对唔对？民进党嘛提啊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什么啊？但我本来要讲出来，伊个吞落去啊，啊，即、这个高宽敏啊，哎呦，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但伊家己嘛一句讲，哎呦，我是老番丁，嗯，啊，台湾就独立啊，啊，搁咧讲独立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看进前大家遮个点么咧？讲要独立的，是毋是伊家己一句话就家己，啊，家己讲家己啊，你讲对唔对？好啦，到这结束。期待下位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来，赶快听首歌，啊，来，好啦，我看，嗯，妈妈挂线好了。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坎，心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努力，下头又真多，恐惊过你
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落地。境内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，打扮长青春。上舞台表演歌唱，引人泪痕笑纹纹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无惊来，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。那条怨叹无情的浪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一唱已经三月冬，亲像来请用女儿，不愿靠别人。孤情郎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有能力在我担。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女儿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